大家好，我是毛老黄，我在高铁上，我在一个行进中的高铁上，我准备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外的风景。OK， 这个高铁在东部，在开得很快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看一下窗外的风景。走，这个高铁在走，在加速。我们看一下窗外，跑得很快，窗外的东西没有特别的问题。正常行驶。好的，看来站在那边有点累，我们现在找个位置坐下，看一下窗外景色怎么样。现在已经到宁德了，然后宁德的下一站就是苍南站，就是要离开福建了，就是已经跟福建跟浙江的交界处了已经。这边很多房子都在建设，非常厉害。这里又有吊河，光线非常好。这里有一些大棚，很好。这里是一个隧道，高铁在过隧道，好像看不见风景了，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已经离开宁德，要到福鼎了。大棚非常多，还有很多的农田，还有河。这边是一些河还是海，非常开阔的地方。看到现在窗外风景特别漂亮，有山有海还有农田，非常漂亮。这就是交界处的风景，这里还有海，非常漂亮。这里是一些农田，一些小型村庄，但我感觉我们已经渐渐要进入比较繁华的地带了。看这里有很多水路，非常开阔的视野，非常厉害。好了，据我观察，我们已经到了浙江省了。这里应该就是温州了，已经离开福建到温州了，到浙江了。这是一个苍南的一个镇。繁华的苍南，非常繁华。我们看到一些厂，很明显的厂房在不远的地方，很开阔。这里应该就是温州，非常发达的温州，就是温州的一个最南端苍南了，非常发达繁华的一个地方。这就是两省交界处的风景，非常厉害。还是交界地方还是有很多发展机会的。